世界不遥远，慈悲爱相连，菩萨行者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语。长老简介：能学长老号元慈，嘉义县东石乡人，16岁时出家，民国44年受比丘戒，民国45年入福岩精舍清净应顺导师6年，民国53年任南普陀佛学院以及慈明佛学院主任兼教授，毕业于香港能仁大学文史系、珠海大学文史研究所。人称现代化僧的能学长老，为人慈悲，佛学素养深厚，40多年来一直在艰困的环境下默默从事翻印白话佛经的书证工作，近年来办理佛学自修班，并且成立育幼院收养孤苦无依的儿童沙弥，现任高雄县阿莲乡新超峰寺住持以及白话佛经杂志社发行人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，我是阿莲乡新昌寺主持莲学。我平时拢将佛经甲翻译白话，较无闲，而且经费也有限，所以所讲无遮济。各位若是有啥问题，煞敲电话来问我。咱今日继续来讲这个《上莲宝训》第200多集，即即个训题来讲。做物易人啊，尤其多言。做物就是指上天，上天道贤，易就是压啦，加字啦，加压迄个贤灵。这或者有迄个上天的道理啦。就是咧考验贤人啊，考验来过阿姐，或者经会成功啊。课文来讲，万安万先师以梅阳立柱间啊，有七二者，因修则完，大凡评论伊人啊。当以有果中求无果，岂可以无果中求有果？夫不察其心而疑其迹，诚所以，诚何以为庄严公论？请妙善道德载具，出离天性啊，立心。行事为义是将，其量多过贵于人。今做物易事，必有道言。安得不得其位？法门以时之福。文者，此处不合议论矣。这段文的意思就是说，万安禅师啊，说他的禅师啊，就是已经往生的师父了，做妙善，妙善上人啊。他因为接触了正法眼藏，被朝廷贬到广东潮州的梅阳关。
照讲这著作是佛教的著作，朝廷应该袂安尼干涉，甲编去到编地啦。较古代吼，广东福建拢个做边疆啦，就是较无开化的所在啊。有一条咱台湾讲山地啊，同胞相共，嘿。做官若做了较歹，拢甲编去咧较边疆个所在。迄真可能就是偏偏教界有个制度去检举，啊，靠势，伫朝廷有势啊，安听，啊，我朝廷应该袂插这代志。啊，即讲有一寡无了解内部个人哦，会出家弟子呢，伫后面吼，就议论。议论描写描写禅师的长长短短啦，这个、人可能有啥缺点，可能啥唔对。啊，但是迄个阴修者就安讲，讲凡事要批评一个人吼，应当爱有个性中去找伊迄个无个性的优点长处啦。一个人唔是拢有缺点。伊话有优点，哎，你爱看人个优点，唔通讲人看人缺点。明明有一点个性哦，但是爱了解讲人伊话遮侪优点，哎，啊唔通吼，那颠倒伫迄个无个性个内底，搁去吹毛求疵，专门去找伊个个性呢，啊去批评个呢，这样都唔对，哎。有个性都要甲化无个性了，那无个性搁定在吹毛求疵呢？迄也毋是啥物大个性，哎，所以若未详细了解吼，哎，未了解伊个用心动机，为啥物那会吼，吼变道变将，干那看伊个外表，讲爱伊就红，伊红。变到迄个边疆去啊，一定有犯什么罪？哎，像安尼吼，那会当安慰迄个大丛林迄个市井公平的舆论，人拢认为讲迄个禅师真好啊，你安尼啊唱反调安尼，那会当安慰因啦啊，请妙禅禅师吼，伊个道德。修行吼，灾灵气尽，伊个本质啊，拢出于天然本性。立心做人吼，待人处事吼，拢注重迄道义啊，对人拢只有讲道义。伊个度量啊，会使讲超过普通人啊。今仔日吼，这个上天造物吼，伊安那道显，伊无爱直接指皇帝啦，哈、啊。其实这些咧，你讲个上天造物吼，伊其实是咧暗示迄个朝廷诶大官皇帝。啊，上天的道显，啊个压气压，迄就是一款考验，嗯。这到尾啊吼，伊气啊吼，到尾啊无得啊煞颠倒，因何得福安在？说不定伊将来吼，哎，佛教的法门中也有幸福。人讲大难不死啊，必有好福。伊考验了，或者伊派去边疆哦，无得啊颠倒，底下得到迄信众拥护啦。啊，煞伫遐起道场，才出名啊！因何得福？所以，即个出家人听到即个安尼讲了吼，都唔敢搁去暗中后壁议论妙善禅师啦。知讲一个人拄到即逆境苦难吼，迄是进道的考验。那像迄、那个。刀啊吼，爱磨迄个石定个石头，磨到出火星，
啊，迄就像咧考验，受苦难咧考验。啊，倒啊，等哪点到哪来？你若等明仔顶话，佫袂来。伫个逆境中，话才成功。这就是所谓大难不死啊，必有后福。拄着大灾难、困难，拖会过，啊，克服会过，后壁都有幸福。保王三昧论来讲，处世不求无难，世无难则骄奢不弃啊。是故圣人设法，以患难为逍遥。讲住伫世间，毋通要讲求讲，逐项拢真是顺利，无啥物灾难困难。世间若无灾难困难，甲你考验吼，你会哪来哪骄傲、奢侈、放纵家己？所以圣人设教化众生呢，无讲叫人拢无苦难。伊若讲拄着苦难，你甲当做那是安怎逍遥？逍遥就是快乐的皇帝啦。人讲逍遥自在啊，人讲逆来顺受就对啦。面笑笑去甲接受，啊，就是拄着苦难，甲当做逍遥自在。如果安尼讲，伊人不求顺色啊，人顺色心必自然嘛，是个圣人设法，以逆人为园林嘛。园林嘛，就是迄个花园啦。讲人对住伫世间，毋通要求讲人对我拢逐项遮顺我，吼、哦，遮舒服安尼袂使。人若逐项拢顺利，啊，你啊一切遮顺遂吼，拢遮顺利吼、哦。你的心会去迄、那个，人就是自高自大啊，未控制家己，未反省，所以圣人、佛菩萨设教化吼，是以逆人为原点。逆人就是讲拄着逆境，人和人中间吼，人哪拢要诽谤我，要害我，这人中的拄着逆人。你爱逆来顺受，甲当作讲，那像公园咧佚佗安尼。古语就安讲：大事难事看担当啊，逆境苦难，看轻度啦。讲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呢，拄着大个困难，就看你有办法克服，会担当会起袂。担当的起，就是大丈夫男子汉。啊，拄着逆境不顺利，拄着苦难啊，你若吞下落，轻心就是讲你的度量轻度啦，你的度量会当容忍哈。宋时的人讲：疾风知劲草啊，严生识静木啊。疾风就是像迄风吹甲遮强，风台啦。听讲，迄草啊，后硬后软的，那迄大风来，软草拢拍拍落，啊，干那迄顶草硬硬吼，也吹袂倒。迄阵就会看出你是英勇好汉，啊，拄着逆境考验袂倒。啊，严酸就是到冬天吼，落迄个遮寒冷啊，迄霜一落吼，啊，冻到胃骨头入袂。迄阵你着怎讲？迄对一丛树啊，较硬，静木就是袂变啦。那迄落较烂的花木拢，吼、哦、落一个霜吼，拢蔫了了，朽败了了，干那迄啥松树啦，所以松树就是樟木，条条条拢无变。啊，迄就是考验看你是毋是一个有骨气的男子汉大丈夫。陆游安讲：山穷水尽疑无路啊。花明柳暗又一村，一个人拄着苦难，敢像走到绝路啊，无救啊！就像迄个天船啊吼，停到迄个山脚吼，哎呀，停无路通过啊！挖一个弯呢，哦，佮看到迄个山后遐呢，花明柳暗，后栽花后栽杨柳，又一村，佮一个桃花源。
所以有人啊吼，人行到无路，忽然吼一个转机吼，就已经因祸得福。古早人安讲，五好尚有定清日啊，起可人物得运时，就是讲迄五好，规条河落甲拢黄黄岩岩啊，烧做五好，迄黄土流水啦。有一日，我可能有定清的日，或者久无落雨啊，慢慢清起来。那迄一个人定歹运呢，嘛一定久久啊，会有迄个得运的时数，唔免太失望绝望啊。如果安尼讲，食得苦中苦啊，方为人上人啊。啊，逆境来，你也吞得落，会当吞落。食得苦中的苦呢，就会成为人上的人。一般人中的官职顶的迄个大丈夫的，出人头，出人头地啦，啊！东汉马援，安讲，大丈夫为妻啊，强当益坚啊，劳当益壮。讲这大丈夫吼爱立志，那强靠呢，迄个志气那坚固，袂垂头丧气，也袂失望哈。失败全要拍淡下，爱那强啊，那勇气，人讲爬起来，佫赶快做啊。啊，食那老吼，那臃肿，唔通未老先衰啦。哎，老当益壮啊！咱学骨头应该爱修这个口业，唔通开嘴就讲人的是非，诽谤别人啊！马原就安讲：文人个性啊，如闻父母之名，宁可得闻，口不可得言。咱古代吼，拢做囝爱友好，友好尊敬爸母，含爸母的名，你都袂使直接做囝，家直接去叫，听无？所以拢那写爸母的名，拢讲自己那平时伟大的伟，讲伟哈，阮爸母伟啊，做啥名？即伊就是袂使直错，直好直好就对了。所以只要讲啦，听到人别人的个性呢。咱会使想听，都爱想听到爸母的名，会使耳孔听，也袂使嘴讲出来，安怎会？就是讲茫去讲别人的个性，安怎会？孔子家己安讲：言人之恶啊，非所以美己啊；言人之妄啊，非所以正己啊。讲别人的唔对，讲别人的歹，对家己。并无一定着你着得到啥物好，啊！你讲别人歹，你敢有得到好？嘛是你歹，本来歹。啊，讲别人个妄，冤枉个妄，着是毋对啦。讲别人个错事做毋对，你敢着自己着得到正嘛无较正？还是讲别人歹，你无得到好处着对啦。故君子讲诸恶，勿讲人之恶。所以这个正人君子呢，讲就是，无去啊，做攻击别人的歹处，干呐反省自己的歹处啊。俗语人讲：虽人背后无人算，哪个人情不算人？讲什么人后壁无人讲伊的话呢？啊，什么人伫人头前袂讲别人的话呢？原文就安尼讲，金钱不怕风吹动啊，啊，收成不愁月影收啊霞。迄树啊，囡仔定亲吼，唔惊风台甲淹袂倒啦。啊，树啊，若翘正吼，月娘虽然甲照落，迄影霞霞，你也毋免烦恼，你不家己袂霞啦。伊个安尼讲，含遐喷人啦，先有自口。你嘴讲别人歹话，就像。甘花要喷别人，结果别人爱喷你家己
随即生一个嘴，规个花臭光光啊！法律三昧经来讲，天下无人啊，但见他人恶，不见自恶啊，但见自善，不见人善。天下无耻的人，干那目睭看到别人歹，无家己检点自己歹，干看到家己好，无看到别人的好。中庸啊讲，顺其大体啊，看文而看察啊，理言温恶而用善。咱古代好皇帝舜帝，伊吼食谦虚，到处请问，啊，见讲拢，哎，讲人好诶所在，无讲人歹诶所在。人讲温恶温恶用善呐，哈、啊。古经啊讲，家恶无谤人呐，清白犹自犹不如，无养反自欺，如电养恐本。哎，讲人别人歹，就想讲啊诽谤别人。你家己吼，先或者先受害，就像迄个对逆风安尼，也拖沙，也别人无钓，家己喷啊规身躯。伊无啥解经安讲，用人善事啊，温他啊个人啊，人所参处，参体处，将不算算啊，温他必输，哎，不止于算，不向于算，啊，大人有派咱甲问起来。好的，甲表扬哈，别人见小的所在，你望讲恶出来，啊，人若秘密的，人去甲别人讲，这都是一款家己一款，人讲一款德行哈。我本人离开台湾五六冬，等下台湾了，看到这个古文的佛经足深，所以发愿，每一本拢甲翻译白话，到即摆已经翻译133本，每一本翻译好，拢印几万本，全台湾逐间大学、逐间佛寺拢寄来纪念。啊，那是在个技术随时在人都有寄好，到有即马全世界大陆、东南亚、美国、法国、英国、澳洲、纽西兰，拢定写批来加套。俺遮闹一点收入，就拢印经送无咧卖，还佫救济救人，佫收几啊高字，用智能台电视方法办一个佛学自修班，啊，继续不断咧招收一挂男将、女将，想要出家，培养因将来当维护教方法是理想。啊！伫电视所讲诶，即因为出版电视讲演就够本咯。各位老师啊，煞敲电话来本事。嘿，俺遮头前店就是镜头即间，内底有一尊300吨诶观世菩萨，迄是清朝台湾第福清公主由南海普陀山请来，真正南海观世音，各地来参拜拢得着遮大灵感。嘿，就是我家己嘛得着遮大灵感。7年前我互人诬告陷害。反而查无人情物证，判无罪，爱着搁甲直直上诉。拢总判四卖无罪，伊直直上诉。啊，我当下吼，看啊天未煞，我求咱即阵300吨观世菩萨讲爱甲解救。结果有一暗着梦见观世菩萨来我头壳顶甲嗅甘露水，无偌久，最高法院着将伊上诉甲驳回，才结束即个冤案。这就是本是观世菩萨加解救的事实，哎，但愿观世菩萨帮保庇大家平安，啊，感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普贤新桥弘誓，供奉南海普陀山300年观世音菩萨圣像，欢迎一方信众前来朝礼。新桥弘誓数十年来推动福音白话经册90多本，赠送海内外，另外办有学自修班、修养高理等，培育未来弘法人才，并且办理慈善事业。因为经费有限，恳请十方大德来扶持。
尾拨号码0044858584，户名新超风师，电话07631222916318391，地址高雄县阿莲乡凤山村95号。新逢教孝月、吉祥月，慈悲置业台南分会恭送地藏十轮经，恭请湛信法师主法，日期7月29日至8月27日，时间每日下午2点，联络电话0627166616，0627166616或0627166612，0627166612，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，避免信众于密闭空间无法保持社交距离，一律采直播方式共沐佛恩。现场无法立牌位，请上网登记为往生49日内的亡者回向，亦可登记毛孩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7月共修法会，日期7月9日、7月16日、7月23日，时间每周六下午2点开始，恭送不动如来品经文，修持不动佛仪轨，恭送月藏经吉祥文暨点灯，恭请湛信法师主法，联络电话0627166616，0627166616。或0627166612，0627166612，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，避免信众于密闭空间无法保持社交距离，一律采直播方式共沐佛恩。加入分会赖群组，可登记病苦者，每日法会后皆会回向，亦可登记毛孩。初堂，从社初时，当愿众生深入佛智，永出三界。点一盏灯，一半馨香，生命电视以佛法迎接美好时光。接下来请收看大乘传戒礼赞。